到年底了，别的不敢说，最后一搏、怎么着？干好了以后叫我张总，咱们迪拜见；干不好叫我张某，咱们法治进行实践。怎么那么瘆得慌啊？你这起誓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就这么着了。对吧，咱也得努力，咱得，凭什么人家就掌声热烈，哇呐喊声此起彼伏的呀，啊，到咱这儿很安静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是大伙儿怜悯，咱知道啊，就是小鲜肉红这了不起，这咱能明白。啊、不是，不，你呀、啊、这么着啊，你说清楚了，要不你法治进行时见头天，我们给你在这儿鼓的掌，这个受不了，我们就担不起这责任。